解说不带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为你而调，只为您那笑话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罗德为您带来的这个战舰世界啊，这依然是悠久的杀手哥给我们带来的青叶星，呵呵呵。地图是陷阱，制海权。妈，终于开巡洋了！妈的，他的驱逐骚的一逼，巡洋我估计也很骚，妈的！哎呀，这个操作就是骚！哎，看他的技能，这应该是放个那个战斗机出来。然后这是防空，他这个战斗机是自动的，他这个原理是那种，就是说你那个鱼雷机嘛，啊，本来他是要排好这样过来，那个打呢，他可能就是说攻击力并没有航母的那个战斗机群那么给力，但是呢。他可以把那个鱼雷机的阵型冲散掉，一旦散了以后嘛，那对于下面的船来讲，威胁就要小一些了。还好这把还算平衡啊，我看看长门，哎操，我们这边两个长门，北卡对他们蹄子，呵呵哒，可以，哈啊，他们已经有人去 B 了。好，看到了，那个是埃当。吹雪行，我的吹雪撒了一吨鱼雷。好像大河那个炮弹一颗就要一吨多。哎，真的弹头妈的太大了，好像那个炮弹它那个头跟那个炸药就是分开的了，弹头先塞进去，然后往里面塞炸药，塞那个就把它推出去那个火药，然后呜啊，炮弹就出去了。哎，倒也不是说不能坐在一起，而是那种情况，妈的，那你要上弹的人怎么办嘛？他又那么大，他又那么重。啊，能打到吗？最上行。AP， 我操 ，AP， 好，进入射程了。啊！露出去了。没反应吗？没反应。鱼雷机制又现。什么？哦，还好。刚才他又迅速调整了一下，还是没击中。哎，妈的，他游弋在射程的边缘，是不容易击中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进逼一点了。你鸟不鸟我？我站点了。好，3000多，他没有战列舰那么吓人的输出啊。但是，哎，其实跟刚才他打的那个驱逐一个道理，输出频率高。如果他每一下都能2000-3000的搞，妈的，那就是神仙也会被打成狗的。有炉了，这个时候前面有一坨烟，那说明他们驱逐过来了。哎，这都看不到他们弹道，不知道哪个打的。但是我靠，之前有两个路上就有弹道，我不知道为啥。
还是希望官方尽早推出自己的录像功能啊，这样要方便一些，否则这种第三方弄的，他肯定会有很多 bug 的。重创目标。好，重创目标，而且还着火，妈的干死你！呵呵哒，妈的吹雪你，看来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漂亮！逐渐被击沉。好，协助战旗完成。干嘛？在测速。这时候还不可能放的，妈的队友在那边，你一放队友就日了狗了。啊，三个点全占，妈的对面一看，什么鬼嘛？啊，还能不能搞了？虽然人没死两个，妈的，但死的两个全他妈是驱逐啊！你待会战列能更满吗？妈的，战列就那个速度啊，你要怎样？哎，天成你要干嘛 ？HE 已上好。我军已取得更多制海权。打小船。哎，我给他加一把速。哦，击中呀呀呀！你看，刚才就出 bug 了。因为它并不是官方本身的东西嘛。好漂亮！摧毁一艘敌军巡洋舰，激活指定目标。啾！好，我再把速度调回来，是正常速度。开始各种的预判。我操，装甲区，啊，打了一万多。妈的，挨档已经被爽翻了呀！这搞个蛋，你还横着对他，妈的，你要死，你行不行？靠，又爆装甲去了。啊，好，那终于要转了。哎呀，不过但是，妈的，两面都是，他侧对哪儿都不行。啊，旁边来了个那什么。啊，对，你就往后面丢，只要去，妈的，去啊！这，哎，我操！小驱逐居然躲过了。火灾警报！哎，慌的一逼，这个时候。故障已排除。关键那驱逐挡了一下，刚才还真不敢放。好，但还是把它雷掉，漂亮！现在只剩下1000多血了。还是决定先打巡洋，好打一点。哎哎呀！转向失灵！哎，不要！妈的，快修复！咋办？这样？哎呀，要死！
死了。这没有办法呀。啊，切到储存上面来。妈的，雷死你们两个傻逼。啊，已经赢了。